树林社区大学举办春季班成果展和课程博览会，要让学员们来分享学习的乐趣，同时也欢迎有兴趣想要学习增加生活乐趣的民众都可以来报名参加。来，掌声一下，来。精彩的变脸秀是树林社区大学103年度春季班成果展暨课程博览会上所安排的表演节目之一。除此之外，现场还有许多有趣的课程摊位邀请大家来体验，由学员们来和大家分享学习所获得的快乐感受。很多人从学校毕业后还是会忙里抽空来参加很多相关课程的学习，而社区大学就是提供选择课程的最好管道。在这里可以遇见很多有志一同的好朋友，大家互相勉励，学得更多更有收获。那在过去每一年我们的人数成长啊，大概都一两成或者更高啊，然后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地点啊，从树林国小到澎湖国小、武功国小、沙龙国小、西周国小，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中心哈，还有很多据点啊，可以说是遍布这个树林每一个角落哈。那我们的课程啊，也从过去的几十门，现在啊大概到八十几门啊，那暑期也有四十几门啊，可以说已经在这个树林啊，变成一个大家生活共同体的一部分啊。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啊，这个我们的学员越来越多，跟这个社区啊各方面的联系啊也越来越多哦。如果观众朋友对树林社区大学的课程有兴趣，可以来和校方联络，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，丰富自己的生活，也让自己从学习中得到更多学习乐趣和成果。中嘉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道。